万里区坎角国小是位在山中的山林小学，校园里与周边的生态环境都是课程内容。在学期末的这一周，定为学校的生态周，举办生态闯关活动，融入锹形虫、蝴蝶，甚至是各类植物知识的关卡，要来检视孩子们一学期所学的成果，也趁着期末闯关游戏温习知识。万里区的坎角国小是一所锹形虫校本课程的特色小学，平日里课程运用校内丰富的生态资源，带给学生们对于锹形虫、蝴蝶、昆虫，甚至是各类植物的知识。到了学期末的这一周，定为生态周，举办了闯关的活动，检视孩子们这一学期所学的成果，也趁着期末闯关温习知识。为了培养学生融入到社区的基本能力，所以我们每一年会帮小朋友设计一个生态周闯关活动，那相信今天的活动啊，小朋友会玩得愉快，玩出兴趣。那我手上这两本啊，左边这一本是我们上一次有介绍给大家看的，这是在前年我们佩尔学校生态课程发展了一个锹形虫绘本。右边这一本啊，是在我们去年我们盘整了学校整个生态课程之后，我们出版的发行了一本生态成果手册。那其实它就是一本我们的生态教学指引，我们每一年都依照这一个范本进行我们的生态教学，相信小朋友真的会从中啊得到很多，以呼应了我们108课纲这一个培养能力的这一个精神。闯关分为五关，有蔬果尝试大会考、喋喋不休、坎角生态小学堂、拼图小高手以及记忆翻翻乐。其中喋喋不休关卡更是相当特别，不仅充满丰富的蝴蝶知识，还融入了生活的食品，应用各式不同形状的意大利面，要来表现蝴蝶的生长史，为活动增添趣味性。相信啊，今天小朋友可以从这个生态闯关活动里面啊，学习到很多。我们希望有兴趣的家长啊，可以直接洽询我们学校。当然，我们更希望你的孩子如果想要享受不同于制式教育体制下的学习生活，欢迎你把孩子送到我们坎角国小。相信我们一定会尽我们能力，让小朋友啊学到专业而且是优质的教育。丰富的生态课程，这学期坎角国小还编制生态教学成果汇编，精致的成果册当中有各年级孩子的校本生态笔记，展现一学期所学成果。坎角国小与丰富生态为伍，校园环境处处都是活教材，也欢迎对生态锹形虫有兴趣的孩子来报名就读，不一样的学习体验，从小培养孩子的生态兴趣养成。记者平衡万里采访报道。